来录吧 ，Hello， 来录吧。嗯，再来一遍。嗯，哎呦，咱们再来一遍，再来，怎么对不上？晚了。就是这个，我再来一遍。他这挺快，符合他这个此时此景的一个状态，没事，可以。这个他节奏快，但是你不用唱得很欢快，就是他的哒啦滴哒滴哒哒啦滴哒滴，你就低八度这样，你跟着哼哼就。好，我就别往上，情绪就回来了，对吧？对，再来一遍，来。刚开始还有一小块跑了啊，我总是第二个小节拍的时候那块调就没上去，总忘。就这块总唱错。再来一下吧，好吧。哎呦，又忘了，连我自己唱的特好，现在又忘了。哎呀，不会吧？怎么回事啊，变将？很好了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这相当可以，好疯了，边大大唱歌了，鼓掌，跑着，你要想，其实还得想一下，蓝忘机他如果说他来哼歌的话，他会怎么哼？以他的性格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待再来的，要用高八度的。也挺好听，可以，也挺好听。你再帮我录一个低八度的吧，我试试啊。因为蓝忘机就是以他的低音炮而著名嘛。低音炮。对啊，这种磁性的嗓音。我觉得低的是符合这个人设的，我倒不是说，其实我个人我觉得高的那挺好听的，但是其实啊还要考虑一个，是不是那个比方说现在那个 WiFi 它都是重伤躺那都快不行了，我是不是太太高兴了，不好，太高兴了，所以得低啊，对，所以低啊，低吧。别唱了，为啥呀？断了。